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钟明轩。那我今天的影片主题呢是霸凌的阴影。好哟，为什么每次拍我这影片已经拍了第五次了，一直有车子经过，很烦你。好，我要重点就是我今天的影片是霸凌影片。然后我之前其实有之前你们可以划我动态，我之前就有拍过霸凌的相关的议题了。但是我觉得你们讲都讲不会听啦，我觉得拍那影片，我觉得霸凌也没有减少，好吗？OK，霸凌其实没有什么减少，好吗？我觉得新闻是在报霸凌的事情。那我今天就是有个网友，他就私讯我看了我那个影片，就第一部霸凌影片，然后就是有私讯我。他其实因为个人的私事，我就不太多说。他主要讲说他被班上同学霸凌，然后他觉得他自己没有做错什么，为什么要被遇到这样的对待？我说那你可以试着跟家人讲，他就说还是比较好的，我真的不想让家人知道。我说可是他是你的家人，不是外人，知道是必须的。他说但我不想让他们知道我被大家讲的那样，他们也会难过，不如我一个人来承担。我说那既然你心里都有想法了，你何必来找我呢？我这脑袋一堆。喂，请问你找我干嘛？我顺便在那边就是呼吁各位，就是我觉得家人就是真的，因为毕竟我是有，我妈妈就是过世，已经有经过三五之痛，而且是我小时候妈妈过世，长大之后才就是才成熟才后悔。我相信现在大家看我影片啊，就是大脑都是有运作的功能吧，就是你们，我希望你们不要后悔，因为我觉得你们可以好好的想，真的好好想一下。我懂，我真的懂。家人有时候真的念到我真的不想再听了。一件事情，他可以讲很久，念很久。我懂，因为我家人也会那样。我爸每次念，我真的想拿拳头灌他鼻子，但是我打不过他，因为我爸现在是有在健身，每天都在跑步，可能要等他老了之后，我才可以拿拳头灌他鼻子吧。开玩笑的，我只是想要给呼吁你们大家，就是家人真的是要摆第一，就是第一顺位。因为你们不要说哦，我觉得我的男朋友、女朋友。可以依靠，我的另外一半可以依靠。不，我直接送你一首蔡依林，我配。好，因为我看很多身边的朋友，他们就是在一起了嘛，然后后面分手之后，好哟，每次打蔡依林都一直被干扰啦。里长，里长，我们的里长真的很厉害吼。好，而且我继续讲，就是我身边很多朋友，就是他，就是。我真的要昏倒，我真的要昏倒，我真的会昏倒。OK，我这样声音你们听得到吗？OK，我继续讲。我是常常在读一些社会的文章，所以我觉得真的看清很多事情了。不要跟我讲说你可以依靠你的另外一半。我跟你讲，你们可以先去撞墙，可以先去撞个豆腐，然后再回来跟我讲说，哦，我一样可以依靠另外一半。然后你接下来就直接倒在地板上，直接睡着，好不好？我真的不想讲那么多废话，因为我觉得家人就是第一顺位。希望这个社会世界可以，继续更加美好。也祝你们就是大脑可以早日康复，不要大脑就是一直受损，就是无法运作，就这边缺一个洞，你们无法运作，不知道自己在想什么，好吗？希望大家可以顺顺利利啦。那今天影片就到这里，希